选战倒数，民进党花莲县长候选人24号在富里、玉里、瑞穗各原住民部落进行车队扫街，而族人踊跃上街欢迎，表达力挺古拉斯，特地用他的母语阿美族语温情喊话，诉求族人团结，要让原住民当县长来改变花莲。古拉斯沿途鼓励民众，民众也纷纷放鞭炮、挥舞旗帜支持。民进党花莲县长候选人24号在富里、玉里、瑞穗各原住民部落进行车队扫街，族人踊跃上街欢迎，表达力挺。古拉斯特地用他的族语温馨喊话，诉求族人团结，让原住民当县长，改变花莲。我们现在要迎向胜利，我们要往玉里的镇上出发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我是古拉斯本人。古拉斯由竞总荣誉主委卢伯基与花莲县议员候选人陈飞婷陪同扫街，深入瑞穗、富里、玉里等地。晚间，古拉斯则在南区竞选总部举行温馨的音乐会，凝聚支持力量。古拉斯强调，花莲一定要改变，不能永远都是夫妻轮政，呼吁大家11月26号票投古拉斯，一起改变花莲的未来。记者高双双玉里政采访报道。